8点还已经在叫号了。谢谢。3位带里面啊，往里面带。够的，谢谢。带个虾饼，虾饺2份，烧麦2份，凤爪2份，排骨2份，这几份了？10份，还要可以点牛肉球1份，一个可以吃。你点了这么多，3个人15份。第一龙吃虾饺。刚蒸好的还很热乎，里面还有马蹄。永远第一份吃的最香。沾个醋来一个，蒜个头适中，也挺饱满的，里面有2到3个虾仁。没个问题，吃完立马加。我想了好久的虎皮凤爪。但我觉得这有点咸了。一人份真爽，哈哈哈哈。给你们拍个第一轮菜点。底部的花生可香了，这个粉底就要了一份，尝尝刚好一人一个。好，谢谢。这两个要碎掉吗？啊，我还有点不情愿了，我还有花生。哦，我给你拿个牌吧。嗯。小燕，我有了。来，转个盘子啊。豆豉排骨，排骨又挺嫩的，稍许也有点咸。里面还有油豆泡，很香，敞开了肚皮吃。吃到现在我感觉还可以。这个牛肉丸子也就一份尝一个试试。太好，这个我没单独再要。烫是不是？大姐，我帮你再点一下。虾饺加2份，然后那个双皮，哪个？那个透明的那个是吧？1、2，5份，慢慢吃。我拿一个抄手。哦，黑甲骨我没看到。207，2份。烧麦还没给我们上来。都是。我一人份的红米肠，好久没吃了。外面一层不厚糯糯的，里面是虾仁脆油条。点心料是多少？你上菜的话又加了几分的话，我跟你说，加了块呀。谢谢。这个红米肠我真的老爱吃。我一个人吃完一整份，我妈说我真能吃，哈哈哈哈。分量个头，这一份还是很足的。
我点的一份川汁抄手上来了。要一份川抄手。这个抄手酱香味偏多，不是很辣。这回烧麦终于也一起来了，这个我还没吃过呢。但是擀饺是不是半成品？拿辣鸭水是吧？烧盘，这个抄手再辣点就好了，哈哈。第二笼粉果，还有一个也吃了。但是瓶子很随意，两块全是肥的，一点肉也没。这里面还有蛋黄，这个我敢大致确定是半成品。嘿嘿，炸鲜奶我们也要了两份。去三波，三块。不够高，这冰的还行吧。除了它是凉的，没有任何好吃的地方。除了茶，其他饮料甜品没有，还剩一块，我来解决了。这时候我以为菜都上完了，哈哈。我数了数，一共点了26份，哈哈哈，一半多都进我肚子里。我真的是撑在那里了，看了我一点。